Welcome home, Charles.喂，老爸，我回家了。好，乖乖写作业哦。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邮差，请问是许张三先生吗？是，我就是。好，那您有一封挂号信，那因为你不在，我把挂号信通知单放在您的信箱，请您按时到邮局领取哦。